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一对情侣入住了郊区的一家酒店。可半夜醒来的时候，女的发现男的不见了。张铁，张铁。那女的起床去找，找着找着，男的没找着。你们猜，张铁，他发现了什么？凶杀现场，这女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啊，结果女的倒是跑，可男的就这样失踪了。这个案子就基本上被定为悬案了，不了了之了。而且啊，最后这个女的就因为这个事儿精神失常了。无聊。神经病吧你，病吧你！哎，对了，林然，你查这干什么？因为有疑点。对，石头说的对，就是有疑点。我的毕业论文的核心就是三年前的318午夜失踪事件，请大家助我一臂之力，完成我的毕业论文。我家然说话了啊，讲不讲就这一回了啊。想让我们怎么帮你？谁是你家然儿？不，首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，这个男的到底是死了还是失踪了？如果是死了，他的尸体在哪里？如果是失踪了，那他该去哪儿呢？按我说呀，应该是这个男的不想要这个女的，所以找了一个借口躲起来了。啊，我觉得不可能。以现在的监控系统来看吧，虽然他能躲起来，但他要生活，只要是他出来活动，那么就一定会被监控所捕捉到。就算是网购外卖，那也始终会留下点蛛丝马迹。我怀疑这个男的应该是死了。两位久等了。沈少爷，咱们之前定好的价钱，钱没问题，我可以马上转给你们2000万。这不就是个大变态吗？铁子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前段时间折了一批货，亏了一大笔钱。不配合他，那笔钱从哪儿弄？那也不能太给他面子了。哎，等钱到了，你想怎么弄，你就怎么弄。行，
到时候我玩死他。哎，我补充一下啊，首先我认同陈阳的观点，其次我要是这个男的，我要不想要这个女的了，我完全可以跟他离婚或者分手，没必要搞这么大动静，是不是？逻辑上说不通。我分析一下啊，可能不可能是这个男的欠了那女的一屁股债，然后呢他不好意思跟那女的说分手。拜托我的白大哥，你讲话之前你先搞搞清楚好不好，这男的跟这女的之间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。哎，我们家白玉只是猜测，干什么呀？好，你们家白玉说的对，你们家白玉说的都对，行了吧？据我了解啊，案发当天那家酒店的监控系统和登记系统全都坏掉了，是用人工登记的，人工登记最容易做手脚。那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调查？这是我这些天整理出来的笔记还有资料，大家看一下。最近手下的人有点不太老实，我是想啊，你亲自去一趟，顺便收点利息。你现在放心我一个人出去了吗？哼，你小子三年前帮着老大扛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办得非常的漂亮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自己一定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往枪口上撞。好，我心里有数，我要是搞砸了，他不得扒拉我呀。排队人太多，晚了些。吃饭吧。姐，吃饭了。晚上有事儿，可能晚点回来。您放心，这次的行动没有丝毫的闪失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。这帮孙子都是贱命，不打不老实。这里100多万，都是利息。辛苦。
谁是真的是上阵赴土兵了哈。对。现在他们是在国家队呢，来他们是在浙江队来担任主力的教练。对于能够浙江能源队能够闯进。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，嫁给我。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我答应你。你都不能保证他安全，凭什么让他去执行任务？李小刀，李小刀，回来，回来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进来。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姐，怎么了？真的不是我，姐，真的不是我，姐，真的不是我。有我在，姐，有我在，有我呢。我真的没疯。有我在，有我在，不要怕，我在呢。巡逻，
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嫣然，嫣然，你看见白玉没有？你找白玉，你去他家找啊！你来我家找干什么？我去了，没有人，烦死了！哎呦，你先别着急，来坐一下。你是什么时候联系不上他的？昨天晚上微信就没回，今天早上打电话还关机了，去他住的地方敲门也没有人。哎呀，你这就是追得太急了，这不把人追烦了，人可不就不接你电话了呗？就是，这人家做着美梦呢，就被你喊起来了。你们两个，别急别急，我给石头打一个电话啊，看看昨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鬼混。喂，石头，白玉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不会吧？哎，倩倩找他都快找疯了，他也没去上课。这他能去哪儿啊？现在课这么紧。不好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昨天晚上说要去军旗酒店，不会真去了吧？石头，你终于来了。石头，白玉除了说去军旗酒店，还说了什么？我想想啊，什么？你今天晚上就想去？对啊，那我当然得去啊，我不得先去猜猜点儿，觉得安不安全，对不对？再说，那就是老天给面儿，征服伊嫣然的时刻到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们凡人根本理解不了。哎，我还是感觉不妥啊，咱们应该好好准备一下再去。今天讨论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个军旗酒店它肯定有问题。能有什么问题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知道什么吗？死板，亏死板。咱们不聊，给我喝酒去吧。走不走啊？走走走走走。好像就这么多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以他的脾气，他很有可能去了军旗。嫣然，要不然咱们报警吧，警察肯定找得到的。对啊，嫣然。我就是怕他在哪儿睡过头了，再闹出笑话来。那不会真的像石头说的那样，他真的去了酒店吧？我们还是去找他吧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啊，三年前发生在那个酒店的事情不是偶然的，我们现在贸然前往，肯定会有很多危险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去找他，白玉肯定就在军旗，而且要不是你昨天提去那儿，白玉他能去吗？我又不是推卸责任，我只是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那边。你放心，我会准备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找他。行，等等，倩倩。倩倩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倩倩，我去看着他。我跟你一起，我们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先走吧，我约了个人。什么都告诉你，行了，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好，你说，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干什么来了？没人派我来，我就是来踩个点儿，大哥，我求你放过我。踩底儿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吧，其实这样。问出来了，没想到这个变态周大山还真有点作用。
什么都没干，全招了。说说。啊，说起这件事啊，和我有关系。现在竟然还有人对三年前的案子感兴趣。咱们大学生是不是都闲得慌？不管是不是闲的还是不闲的，这个事儿必须得警惕。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？啊，抓住的一个是个小团体的，除了他，还有另外几个人呢。另外几个人？我在想，这件事儿要不要跟他汇报一下？嗯，像这样的小事儿我还就不必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。嫣然，我们直接去找他们吧。再等等。不等什么呀？等石头啊。就凭咱们两个人，别说救人，连自己都要搭进去。那石头什么时候来啊？应该快了。嘿，你终于来了。什么情况？郑倩跟程阳不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应该是下午。我中午的时候睡了一会儿午觉，结果起来之后发现他们两个都不见了，然后电话也打不通，就只给我留了一张纸条，说是去救白玉。救白玉？他们疯了吧？报警了吗？报了，但是24小时以后才能有结果。等不了，我们要现在联系不上他们，他们等不了24个小时。那怎么办呀？只能抓紧时间赶紧找他们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嘘，别吵，我在思考。这是哪儿？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你怎么样了？倩倩，倩倩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啊！刚刚跟你说的都忘了吗？我求求你放开我吧，我可以给你钱。钱？我从来都不缺钱的。这是你说的哈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今晚的行动特别的危险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还有就是，一定不要单独跟他们起冲突，遇到什么事情，尽量跟他们周旋。好，好，行动。
我查了一下，这个酒店和三年前一模一样。我们按计划行事。行，那我去监控室，你们俩一块行动。好，你小心一点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再回到这里。好，行动。 稍等。 有人追我，小心！嫣然，注意安全，赶紧撤退。 打晕了，啊，人呢？监控室呢？哎，韩小萌呢？我只找到了这个。我带你去监控室看看吧，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。好。
人呢？应该就在这儿啊。小心！快跑！啊！嗯啊！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这样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不知道啊。不然我们报警吧。手机没信号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打不通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打通电话。哪里？我老板办公室里有应急电话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有三个兄弟失去联络，马上搜查。龙哥，小东被杀了，全面警戒。第二个集合。好像是有人来了，来吧，让你们进得来，出不去。
石头、衣服。他是谁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三天后我们在这里集合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前往军旗酒店，千万不要放我鸽子哦。走了。那个，我送你回去呗。不用了，我都浪费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又不是去打人。嗯，行了，走了。那我等你电话啊，24小时开机。好。白月，你送我回家吧。石头。你不是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走就是吗？啊！等等我啊，白玉。李女士，您一个人在家？李女士，你好，我是朝阳大学新闻系的学生，啊，我来找您是想了解一下318案件。前发生在军旗酒店的一起人口失踪案件。人口失踪？军旗酒店？你想知道我的事儿，就得去军旗酒店。不过，你会死的，你会死得很惨。大学的大学生，我来找他是想了解一下318案件。你真的会死的，会死的很惨的。姐，姐，没事了，姐，滚，给我滚！姐，大妹子，找我有啥事儿啊？听说您三年前在军旗酒店上过班。你听谁说的？我根本没在那上过班。你找错人了。哎，等等。
这是啥意思？大哥，我今天和您见面的事儿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只是想知道3年前军旗酒店的情况。您只要告诉我，这个就是您的了。行，我说，确实3年前我在军旗酒店上了班，本来好好的，3月18号出了点事儿。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哎，还有，那天警察来的很快，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了，通通审问了一遍。第二天早晨来上班，所有员工都被辞退了。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好，谢谢您。那这个，这个就是给您的。谢谢啊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问我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姐，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菜，今天你多吃一点。这个是我的新助理，千千，这不是真的，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嫣然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们被绑架了。被绑架了？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感觉好多了，谢谢。女孩子在特殊时期要多注意保暖。你这里面放了什么？我放了红糖跟姜丝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有点头晕。站在一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太吵了！陈阳，你敢打我？把嘴给我闭上！嗯？为什么？陈阳，你不要碰小萌！好了，回来吧，要做正事了。你又做什么？
先生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你好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我看前台没有人，我就随便走走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值班，您要找谁，我可以带您去。我想找一个女大学生。女大学生？哦，我记得她，她就住在楼上，要不我带您去。好，麻烦了。先生，他们大概已经睡了，要不你还是自己进去吧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看，还是你带我进去吧。啊，那好。变态，你根本就不懂艺术。我不懂艺术，难道你们懂吗？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明白。变态就是变态，再说话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住手！放开他！就你这怂样，还想英雄救美？我问你，放了他，我玩什么？放开他，我陪你玩啊！放了他。想救他吗？想啊。哦，你想活命吗？想啊。都想啊。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啊。哎，昨天休息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这山少爷一来啊，耳朵一天都歇不了。那可不，哎，你说龙哥他们咋想的，让我少成变态？哎，这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走走走，吃东西。Thank you.
他怎么来了？看来有些麻烦喽。该来的，迟早都会来。龙哥，这件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别动，再动我就杀了他。行。啊啊！哎，天阳，天阳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承受了那么多，我告诉你，你毁了他一生。小道，这三年过得我也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有机会，我会把你姐接过来，我会补偿的。小玲呢？小玲是你杀的吧？你为什么把她也杀了？为什么？回答我为什么！小道，做人永远不要期望人人都能理解你。你做的再多，不见得有人说你好；你做的再好，也不见得人人都会认可你。一样的嘴，不一样的说法；一样的眼，不一样的看法；一样的心，不一样的想法。三年前，我只是用了我自己的方式，做了我该做的事儿。小刀，离开他们，跟我走。我跟你走，他们就得死。
听不进去我说的话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小刀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嗯，因为你姐不能失去你。三年前我们公司内部在处理卧底，不小心被你姐撞见了。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那就是背叛。给我拿来，拿来。美红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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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红，冷静点，美红，冷静点。这样做值得吗？值得。好吧，我会在老板面前替你美颜的。小刀，有机会
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赶紧去查一下什么情况。收到请回复，收到请回复。小刀是我唯一的情人。